中快手，他刚刚在那边捞底，中快手不是自摸了吗？赢就好了，然后怎样？不是说中快手吗？你前面就讲手中快手，中快手是平均啊，哦，对不对？我若平常快，偶尔卖，还是平均起来是中快手。哦，原来他叫个中快手，我的天，哎，自己预言空间在那边，话不能说太满。你就跟那个女生说晚上是不是我说随便一样，我马上说随便，然后结果就问的时候都不要啊，讨厌最烦的那一种，讨厌，我都说我不敢吃，我不会说都不要、啊。没有，罗宾，干嘛？想秘籍？对嘞，要检查一下没？罗宾，敢的吗？靠你们，罗宾。这把我装，你可以待会等等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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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不了了，等不了，我等不及了，啊、我现在就要。妈妈，我吃，妈吃，又要。现在就要，干，敲死你们！放，不错，妈的，一定还没转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相信我听的是不是？我，你是不信我经验？这么嚣张是还没聽？你不相信我听的是不是？我不相信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用说。而且通常就是这把牌很烂，他就会一开始就开始威胁。看你，我是浩哥，我就觉得我是浩哥，对，对。怎么会觉得我是浩哥？太可恶了吧！哎，我干嘛？你在耍？在吸个屁仔？这个是我终于可以上精华了。单调是哇，庄家，海三台。你不用算别的吗？我不要了。厉害了。没有，不是十二台。庄家，我算了啊，单调，单调四化庄家。哦，十一台。干，好扯哦。我上一手摸到、欸，你碰完我摸到、欸，可恶，可恶，竟然不相信我，可恶！哎，怎么样？梅姐，我也有问说，请问一下，上次有遇到朋友一把天虎，他是庄家第一张，开门直接自摸，这样是几台呢？当他场主算八台，一辈子难得出现一次的天虎只值八台，这个就看场啦，因为通常台湾牌很多人都是玩秘籍嘛，秘籍就是把天地厅、天地虎、好人虎这些全部综合在一起的一个简易的玩法。那当然，这个天虎的话就算是密集自摸嘛，庄家那可能十台，对，就比较少一点。但是也有人是把天虎独立出来，例如说天虎24台，再加上呢自己的庄家台，然后再看看你手中里面有没有什么，例如说发财一台啊，或者是这个3万克、5万克之类的，就加上去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